型的哦。那么这个阿嬷呢，你这样吼，我看你做袂型的，一直拍手，你拍手在创哦，会这样吼？爱用水果，好变了哦。然后那这边情绪啊很激动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这边所谓呢，咱这边呢有一个歌仔，人去带来一首歌。我定甲你讲啊，伊呢听伊的歌呢，我甲你讲，屁股运动衫拢唔免食，为虾米？听伊的歌会治咱的骨伤。那么呢，恁来听看下，看伊的歌声呢，是不是抚平我们的心情，好不好嘞？好不好？好。好来，有咱兄弟过来一首，接一下，来。Wow.